把快乐建筑在高原的这危险上面。他讲得很好，健身房有很多美好的故事，但是你要小心，否则的话就变成事故。这个中文有意思啊。这个方向呢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结果，这个方向呢可能又让你觉得可怕啊，所以故事变成事故。